亲抱拥，这期待万人民关怀因为心要你，这期待万人民沿路庆功庙的笑，这期待万人民沿路庆功庙的笑。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法会坛上各个莲座上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我们从业报和福报来契入，本为先圣教，教法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所以风水学它就是业报福报最明显的视线法则。纵观历史以来，很多山河大地都有地灵人杰的问题发生，好多风水学出了人，身体健康，为人清净，风水学不如法的出来的人就会发生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怪现象。比如早上我们的班长林国仪带着他的学生，他的儿子非常优秀，读书也读了很好，清华大学的，但是阅读精神越怪，就找到自己的导师林国仪，要寻找解决方法，所以林班长就带来仙佛寺。我帮他看了第一个他的住家背后有一股风，很强的风，
他的正面后面刚好有一栋大楼，刚好后面泰山压顶，泰山压顶会伤丁，啊，中间是一个中庭。很漂亮的中庭，住在这一户，啊，你会认为很有福气。事实上，这栋房子，你的背后，啊，有个中庭，这广场，它的气。反背，我们住了没有感觉什么，日积月累，啊，就累积了煞气。前面这一栋住的，把他的。儿子夜报就来了，我说还好你有来读这个书，可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那要怎么解？问题就是要解。要解除这个业报，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那么你背后是玄武，玄武的风会减到。你这栋的房子，前面这栋的房子，啊，你会不知不觉之中，烦恼来了，这业报就到了，要搬家，何其的容易呢？不简单。禅机深为心深。啊，所以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为众生解除业报的上乘心法。啊，你可以用易占卜将气。外面的晦气，啊，用房子里面，啊，你用水族箱，水它在循环，在动，会把背后的煞气把它化解掉。啊，这就是需要悬空学，啊，磁场物理学，也不谈神，也不谈怪，也不谈鬼，会神会怪，亦会玄。啊，只有这个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第二，你要用意占卜，在屋内啊，哪一个方位啊，你可以安住水箱来化屋后的煞气，挂占出来了啊，你就要看主持鸟啊，主持鸟的方位，你就可以安水族箱，安水神，背后就可以化煞了，都是本为先圣教阴经大学消灾化解的长项。啊，这个是天上天下人间不传的上圣心法。所以好，今天下午我们共修，将这个天机秘告诉各位，你们可以为众生解除烦恼，啊，刚才我们休息，在休息室和延禧法师在谈起业报，想一想，我也是业报。我现在在洗肾，一个礼拜洗两天，啊，洗肾，为什么会这样？是业报。啊，不该讲了，我都把它讲出来。啊，我知道我讲太多，啊，对我越不利。这业报会回到我身上来，但是我很快乐。啊，业报来，福报来了，我来体会、体验喜圣的滋味，业报怎么样？所以每当要喜圣，我就跟王禅老祖、观世菩萨的禀报，我即使是喜圣。我带你一起来参加喜圣，来体验世间上喜圣的滋味。天上世界没有喜圣，只有人世间才有。我把它看为是我的福报。啊，只要众生有困难能解除的方法，我全部讲了，啊，讲出来，人神来体验。所以我们在世间的业报和福报，要以光明面来思考，啊，我们就会很快乐。所以每个礼拜一和五下午是我休息的时候，
可以到医院去躺着休息四个小时。啊，这是我的福报。啊，至于你怎么想，是领导的事情啊。啊，只要众生有困难，我懂得告诉众生，趋吉避凶。啊，有什么烦恼我来承受，我无所谓。我们的寿身能用几年呢？能用就赶快用。啊，让这个业报、罪报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去体验人世间山河大地的平衡法则。啊，听有无？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老的时候要往生前五年，他都去照顾病人，去体验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今天啊，我也跟各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我的福从难中得到消灾解厄，他从难中来体验世间的人生。啊，当遇到什么病、什么痛苦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啊来消除这个苦报、这个业报？所以我证道了。啊，你们也不必跟我来体验和正道，啊，你只了解到喜顺是不好玩的，整个时间都绑住了。啊，从绑住的时间里面去体悟行人所不能行。啊，这即是人生的真谛。我现在80岁了，还能拖多久？啊，若是我一心一意想要从享福喜乐过了无病无痛的状态，我也80了，要再体验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个是人生的业报啊，了解到业报了，啊，将自己所体验的来分享给我的所有的弟子。大家要注意，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帮一个人，要帮他忙，你可以用意卜卦，我帮忙某某人，这件事情吉凶如何。
应摇动来克势摇，也不对，动摇来克势摇更不对啊，是横生枝节的问题会一大堆，那你也不能不做，那怎么办？那就要寻找一条真理呀、啊。世间发生的事情，必定有它的原因存在，有它的道的存在。啊，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啊，你就可以哈哈大笑，放心的去做，功德无量。啊，这即是人生的自是格言，自心的格言，哪一个才对？天底下的事情没有完全的对，也没有完全的不对。啊，我们要到达超越的境界，确实不简单。你要怎么超越？只有一个办法，用意可以利人和利天。还有如常常有人要我为他加持，啊，加持他的身上有医护脸，要把他赶下来，让他平安哦。好，我们看到人家的平安，非常的高兴，但是接着背后他的痛苦就会跑到我们身上来。哎呀，啊，第一次我学习为人加持，啊，看到他的平安，我很快乐，我自己感觉得意洋洋，啊，所以我就继续为人加持。过了几天，啊，加持的人他的所有的病都跑到我身上来了。我要练习化去化散这个病源，所以王禅老祖借这个因缘传授给我化散的真言和方法，即是业报转为福报啊！祝福各位，请收看《维心法语》，如是我闻。各位维心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啊，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四句句是我这十多年来
至心的名言。啊，当你看到众生有难，你回去悟，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怎么放下？啊，所以黄山老祖传了心法，以经宝，回顾先师天德经的经宝，还作为消灾化解的上圣心法。所以当各位同修学员弟子，你们遇到家人亲友有病的时候，啊，你要发愿为他们解除一切烦恼，啊，你就把这一部经拿起来翻一遍，最快能够读一遍，啊，然后要做经压在他的头顶上，一直念这个经的名字，比如《金刚经》，压着《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啊，你一直念，念到两分、三分，然后用这个《金刚经》刮他的胸口，刮他的背后，最起码要七下，然后刮他的手够七下，啊，用经打他的胸口，啊，一面打一面念金刚经的全名，或者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全名，把念好了，你就可以放他走。这是上圣心法。若是家中小孩子还有刷困不去，有我吃不下，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为这个孩子消除业障。这是上圣的心法。所以今天在中秋的前夕，把这个天机传给我一至十一届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可以用，只要大公无私的祈祷，啊，只要为他人的平安而祈祷，你这样做都是行得通的。这个方法，妙法、心法，不是一般修行人所愿意传的。
我证道了几十年，好，用这一个方法来帮助大众解除烦恼，解除业报，增加福报，是可行可通的上圣心法。所以今后你们若有信众大德有烦恼，你可以依循方法啊，去为各界奉献和服务，这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天威。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孤魂幽灵就不会跑到你们山上来、身上来。好，冤亲债主不会找上你们，而会找上佛、菩萨来为他们消除灾难。啊，这个即是业报转为福报的上圣心法。所以今天大家你们有缘回来了，不能空手而回，我务必把这个心法传给各位。但是你们也不必去出版社报了一大堆的经文，啊，家里都有了，任何一部经都可以用，任何一部经都是福报，都是圆满的上圣心法福报啊！安听有无？好，所以福报处处有啊，当下处处都有福报。只要同修静心的听闻，好好的用，我会把啊各项的福报说明清楚。还有如现在一个病最难医，需要的巴金森、帕金森的病寸步难行，所以在去年王禅老祖传了上圣的心法，要大家点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啊，观世音菩萨的瑜伽咽口法仪，用香脚一字一点观世音菩萨，你所有的这本经里面的啊，经文你不必念什么，一个字念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整本的经文点完了要四个小时啊，差不多啊，再点九坛以后
你的灵性会稳下来。我证道了，我们第一届的前世同修洪金龙，他经送七八年了，寸步难行，在去年春我要他来台中道场啊，要他点这一个一家咽口失实的法仪啊，点他一个礼拜，结果一个礼拜他可以吃饭了，可以走路了，思想就渐渐的稳下来。所以我要他一直每天的这个功夫，现在已经点到将近108遍了。把他呢，现在可以开车子大江南北，他是企业家，他与人开会，专心做他的生意。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所以这正道啊，我很高兴啊，这本法仪禅机山仙佛寺事务部有啊，黄辉荣组长有啊，在过分处道场也有这个法仪，只要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不要以为说你是高等人物，我告诉你，越高等人物越会跳，越会那皮皮喘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是人的业报和善报福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因缘传了这一部经给全国的凡是得到帕金颂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可以圆满，人的帕金颂很可怜，寸步难行，晚上睡床也睡不稳啊，白天寸步难行，这是人的业报耶，人的罪报。当你今天听到这个妙法，就是你的福报了，也是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将福报传给各位十方善诸事。啊，你们不要以为本年老师啊，在家修行人怎么可以传一家咽口的法仪呢？啊，各位要若是阿弥法仪啊，你的业报的来啊，放心，业报一定马上到，让你在那里皮皮喘。所以刚才休息，我跟了延熙法师
他年轻弟子，他提醒了一句话：你跟了越久的，不要自己创造你的法门，创造自己的法门是你的患得患失，将我传的法门落实用在生活上，你就会很幸福和快乐。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啊，求己不如求真己，解除罪报业报还是要从自己坚定的信心，你才能够迎刃而解，才能解脱，否则的话烦恼一定有裂痕。这一点特别为各位来说明。中秋节到了，我们呢祝愿各位同修大家要团圆，不要烤肉，你的烤肉很香，将心比心，你所烤的肉也许会烤到列祖列宗祖祖灵的肉，所以大家要小心，要知道因果业报报和赏，恶报善报不是不报，因为时机因缘未到。所以现在中秋到了，各项的业报你们去体验去体悟，这样的话你们会很幸福。今天我们共修，因为中秋到了，所以我也把时间缩短，我们现在要来回向，请大家合掌，我们要来回向，回向，愿你所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祝福各位，谢谢各位今天参与共修。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一百一。